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，欢迎你再次回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过这个什么午夜后宫。上一轮我本来是有过了的，我本来是过了第一天，然后我没有录到，然后我现在是重新玩哦。好呀，话不多说，进去先。我声音有一点沙哑，喉咙痛啊，因为这几天天气有一点热，有一点凉，还有我喉咙有一点沙哑，所以你们听到我声音有一点沙哑啊。听讲嘞，差不多是第一天的话呢，我看有些人留言讲，你过去要那个门。你不可以先开那个闪光灯，就是从好像是1点还是12点多的时候，不要去这样会去开那个闪光灯，不然那怪兽啊就会吓到啊，因为他们讲要听呼吸声哦，所以我们就挑战啊。到时候是一天，第一天的话哦。他是怎样讲诶？第一天的话，等一下来等等啊，等啊。第一天的话，他是怎样讲？他就是，等一下，sorry。第一天他就是怎样讲？差不多两点那个样子。还有另外一个紫色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怪兽来的，然后就冲出来。对啊，我是有点紧张，况且我现在喉咙痛啊，等一下，搞不好喊哦，那个声音又回来一掉，快 1点了，然后怎样讲啊？那不是讲第二天，我玩第二天的时候，差不多1点的时候我就被杀掉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直接。对，按那个闪光灯那个样子冲出来吓到我，样子还是低，啊，管他啦，啊，现在差不多2点了，那他们讲跑去那个门那边，跑去这个门这边，先不要开闪光灯，就是关这个门，关到他，然后有人走掉，然后他们讲还要听呼吸声呢。因为这是试玩版嘛，没有，应该是到差不多3天了。我听到有人走过来的声音，你听到呼吸声吗？我没有听到诶。3点了，啊，这次我就有听到了，听到有脚步声来，不知道是这边还是哪里，因为这个游戏的声音有一点大声啊。戴上耳机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讲戴上耳机，你可以听到那个呼吸声嘛。哦，有，好像是这边。好像是这边。有呼吸声，哦，他走掉，4点的时候不知道是有一些紫色的会跑出来吓你啊！你看到你的灯一闪哦，你就知道你来了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门，是啊，后面，哦。到我，我刚还去看嘛，我以为那个，啊，我以为熊不会出来吓我，结果吓到我，哎，吓到我，不行啊，
喂，他不会进来，你懂吗？我在山巅，我看后面，他不会进来，结果他进来吓我，哇，吓到我，吓到我。现在只要过了差不多12点还是1点的话，2点那个鸭子就会，鸭子还是鸡？我不知道，忘记了，鸭子还是鸡？应该是鸭子，它就会从这个门跑出来。Sorry。OK，现在就是等。我看哦，我这一集哦，我过第一天就算了啦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他们讲哦，就是讲很难呐、啊，那是那讲讲啊，那体验版的、啊、手机的啦，不是他讲讲，就是很难就对了啦。我那时是 lucky 到过了第一天，不知道是 lucky 还是什么啦，然后我就。到5点，我就静静坐在这边，就看着前面，然后一直摇摆。我看到我听到刚刚有2步声，啪嚓。我觉得鸭子应该会来，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不好喂。好像是，等一下，讲讲，听讲后面那三只猴，他们不会太长时间啊，会吓到你啊。有，开那个灯的时候猴，我紧张，你懂吗？很怕那个鸭子冲出来，你懂吗？那你的时候你就转过去看一下。看那个熊，看那个熊，嗯，哦，听到脚步声了，有听到脚步声，啊，突突突，然后有呼吸声嘛，我听到好像没有嘞。有，我很怕转回去。那个紫色熊又来了，三点了，我来了来了来，我不知道是哪里，我确定我肯定过不了第一天，我敢确定我真过不了第一天，真的。听到脚步声，没有呼吸声啊！哦哦，来了来了，是这边的，这边的。哦，shit，我死定了！再见了，地球人，再见了，亲爱的大家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4点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可以动。哦，拜拜啊！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我抓不到诀窍。你懂吗？找回来那一瞬间哦，你的心脏一直哔啵哔啵哔啵，一直跳，越跳越快，你懂吗？啊，吓到我！幸好我没有心脏病，幸好啊！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会有恐怖游戏啊，这是叫经典的吗？
看到人家喊了，喊了啊啊，那种感觉。但是我看到有应该是看到太入迷了，你懂吗？那个心脏啊，beatbox，beatbox，还是慢慢的。然后你一瞬间哦，那个灯闪掉，你的心脏是越跳越快，越跳越快。哎呀，不用紧，等有玩的人应该知道，应该知道那个感觉，对吧？那熊摆在后面不知道有什么意思诶。看人家玩电脑啊，那个熊的鼻子可以按，可是我刚刚试过，应该是不可以按的，它的鼻子，懂吗？那一点的时候哦，一点你不用紧张的，你只要过了2点，你就紧张了，你懂哪里紧张啊？你就要查这边了，啊，要开闪光灯的，你懂吗？开闪光灯后，你就看到2颗红色眼睛飞入哦。哦，2点了，来了，那种感觉懂吗？我听到声音，吼吼吼！我听到吼吼吼，然后之后就没有。懂吗？你好，如果你玩这个第四版的话，这个午夜后宫第四版的话，你要比那些熊还快，你懂吗？那些什么机器啊，那些啊，不知道是熊还是机器啊，你要比它快呀、啊，你懂吗？手脚要比它快，有可能是我手脚不快。谁讲我手脚不快啊？啊？手脚无快，3点了，我还落了，我还落了，你听下脚步声，我很大声，很大声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我很紧张呀！我死啊！我死啊！我死啊！后面，拜拜！呜、哦！哇，紧张哦，3点了，2个小时，还有3个小时，sorry，紧张到不知道时间几点了，这边啊。OK，4点了，我要死啊！拜拜，喂，哎呦，紧张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他啪很多声，他走路很多声，我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。这边，好像是这边，好像不是。哦，是啊，我死定了，我黑了，拜拜，拜拜大家，拜拜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上了，我要去外太空了，妈妈，去后面，拜拜像我吗？啊？紧张什么？不要紧张。5点了，还差1个小时，我不知道我跑去哪里了，我很紧张。我现在紧张，我不知道。OK，好，死啊！拜拜，拜拜啊，拜拜，拜拜。还有1个小时，你就给我出来，啊！就才了1个小时。
哎呦，不可以放过我咩？心累啊，心累啊，懂吗？心累，心累。他哦，每次就差那个1个小时哦，他就给我飙出来那个紫色熊啊，哎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灯在闪啊，灯在闪就没有好事情了。OK，好，死了，再见了哦。你讲哦，这场我再不赢的话，跟你讲，真的，不赢的话，我关机，真的。充电，先给我休息一下。真的吓到我，真的，你懂吗？在1个小时的时候吼，你那个什么，你那个肺那边好像梗住一个东西啊，好像堵住你的空气，然后你要吸那个空气进来，好像很困难样子。卡住，懂吗？卡住。哦，真的，有玩过，我现在知道了，玩过的人为什么这样紧张？真的很恐怖，你懂吗？那好像有东西卡在你那个什么管道啊，管道那边，然后卡住那边，然后你好像呼吸不到，你好像呼吸不到，然后。你会很紧张，很紧张啊！1个小时，1个小时啊！然后，OK，好，闪，那个灯一闪，OK，你们又没有希望了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、啊！先关门先。头痛哦。头痛啊，不知道怎样过啊，有人可以教我秘诀吗？真的过不到第一天呢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我那天 lucky 啊，lucky 过到第二天了，然后忘记拍，我想问啊，玩的人哦。然后他们去到那个门，我听很吵那个声音，那风声啊，好像那个风声进来。OK 好，OK 好，来了来了，先关掉这里的门。有，我听到声音，你听到声音，好像牛的声音这样子，你懂吗？牛在叫，懂吗？我讲5点1个小时，我还是不要动嘞。我不要动的话，我就死，啊，懂吗？每次到3点的时候，你会真的很紧张，你懂吗？那个熊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你看我现在不知道，我讲话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了。哦，这边还是这边，我忘记了，先关这里的门。他不走，应该是这边了。4点了，他走掉了。你看，玩的人哦，你知道那个节奏哦，就是讲，他走掉好像是两步还是1步的那个声音，来了来了，来了。我不知道在哪里呀、啊！我完全不要开那个闪光灯，你懂吗？我很怕你一开那个闪光灯的时候，一开，哦，你就黑了，是吧？黑了啊！
快点走啊！好吧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帮我按个赞。如果更喜欢我的话，就把它 share 出去，分享出去。然后还没有订阅我的人就在下方订阅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